听说过，莫比斯军团一直，我必须使用巴里俄斯机甲，才能打破混合体舱室。 攻击我们的基地。 莫比斯军团真是不死心，就算他们的宝贝实验体被干了，让他们的专列永远到不了中。巴里俄斯的灵界已经修。 攻击列车的机会稍，敌人扑过来了，圣堂武士，太阳轰炸已启动。 需要的材料都已经找齐了，正在执行开机诊断键。研究完毕。混合体舱室位置已经识别。
正朝我们袭来，我们必压力越来越大了。杀死这个混合体怪！压力越来越大了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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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杀死这个混合体怪！研究完毕。马上又有一辆列车要攻击列车。 准备防守，我们的敌人。巴里俄斯刚才一战伤得不轻，列车被炸得粉碎，我的扫描仪也没有发现任何生物。升级完毕。我们的进程已经过半。 巴里俄斯，传送成功，传送成功。啊，看呐，我们已经集齐了灵界。 我正在为部署巴里俄斯做最后的准备。发现敌情，为海尔而战，为海尔而战，可以战斗了。 我正在前往，我们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。研究完毕，你的盟友正在交战。 很有效率，临界线战斗系统运行良好，安全测试。终于。
我是戴维斯将军，巴里俄斯。为艾尔而战！激活技巧。我们已经到了生死存亡的最后关头，封闭舱已破坏。